我家儿子生日是在除夕，所以每年跨年呢，他的生日都是在外面跟朋友一起过。今年他说要提前跟家人一起过。儿子选了这家在温哥华14街上颇负盛名的一家法式餐厅，连续多年获得 Golden Plates 的奖项。两个孩子都跟我一样爱吃美食，会到处去找吃的，避免点餐时看不懂菜单的尴尬，事先在网络上先查了他的菜单。餐厅为了制造气氛，灯光非常昏暗，因此我们拍照时需要打灯，否则根本看不清楚菜。这些主菜在灯光下让我有一种错觉，以为到了港式烧腊店。尝了之后发现它是非常道地的法式料理，不论是红酒炖土鸡，还是鸭胸肉，还是这个 牛胸肉，都非常好吃。吃到盘底朝天，相信，主厨应该非常高兴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回到加拿大已经快12年了，儿子也快30岁了。我们98年移民加拿大，女儿是在加拿大生的，中间，回去台湾8年。在加拿大的这些年，唯一的遗憾就是爸爸除了要工作之外，还要照顾年迈的爷爷，所以无法过来一同生活，只能我们回去看他们。